穿新衣服了，大不大？还行。来，妈，我给你梳头。大吗？还行吧。哎呀，7:40到校，都7:20了。俺家大学生今天上学校报到了，今天领书，还有交作业。然后做核酸，明天就正式上学了。一开学了就这状况，堵车，怕我姑娘迟到，我俩下车开始往里边走。我李哥还在后边堵着呢，就不听话，那不让进里边就费劲了。终于走出来了，我是第一个来的。门还没开呢，进屋有可能有惊喜。好吃的吗？嗯呐，那吃的老大了。哪儿的好吃的？那是啥呀？这个？那是别人给我爸寄的好吃的。哎呀！你不会认为我说的好吃的就是这个吧？哈哈，看水池子里啥？我爸整了个大猪头，他应该是那个啥，今天早上给劈开了，昨天燎完了，刮完毛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他真干呐！就你们仨能吃，把俺们都抠出去了，俺们不吃。猪耳朵吃啊，猪耳朵。对呀，所以你们能吃，俺们接受不了。好吃香，拌了些黄瓜。你怎么那么多肉啊？啥呀？那猪头肉。没啥呀。哇，一会儿得糊断，搁水泡了，泡一宿。然后今早一看，我吓多了。咋的？怎么了？今天糊啊？糊，一会儿这一糊。这个是油啊？那不是油，那个上海糖吗？哪个？那个。能吃吗？能吃。把那皮儿扒了，这有一层皮儿。猪头肉下锅了，先挤一下吧，就焯一下呗。嗯，对。那池子里是不是还一块呢？那个可不是咋的，这锅太小了，还拿三壶好了。我姐喝喝粥跑那老远。这有绿豆，我不能喝绿豆。对呀。啊，那我吃啥呀？面条也不能吃啊。带有大米饭吗？油没闷呢。我给你闷的啊！我吃点饼干得了。我姐来了，小李子走了，接我姑娘放学。本来说是10:30放学的，结果这临时通知9:30就得接。嗯，俺家俏俏那估计得走了。他接完了就得领我姑娘去买学习用品了，什么本子啥的都没买呢。嗯，那俺家长也得买。不是，就是今天老师可能通知要买啥，他就买去了。嗯。放手啊！这是刚焯过水的，这还一大块。这舌头吧，舌头得扒皮吗？烫完了得扒皮。整个猪头啊，真累人。吃就不累了。斧子拿来给它劈开好了。你这得呼几锅？这两锅都呼不过来呀，不如拿菜园子去呼了，那大锅一锅就呼下了。啊！我爸今天就专心整这玩意了，也不用干我们干活了。这还得洗。嗯。